我胖了一点啊，不用太肥呀，很难受啊，我很可怜啊，天天让我减肥，天天拍吃戏啊，怎么办？还有真吃啊。也不是特别咸，真的挺好吃。那再给我两天时间减个肥啊！不吃了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好饿好饿好饿，我真的好饿。行，这红花肉肘子有几个？就一个。来，先把肘子太紧了，让他要不然都是十八九。吃饭当仁不让，我跟你说。打死也不要再吃东西了。打死也不要再吃东西了。我。对不起，来，好，再来一次。Oh no！ 往外撇，一，好，上手。老师太复杂了，刚快玩不动了。看着啊，一个，好，一个下来，这儿上，扎，好。哎，嘴挪上来，看着他，手绢打不开了。好，一个右手，左手拧开了。好，先别这个是吧？长身子，梗脖子，大。那个你过来，这个也过来，谁是右脚？开始。我请你吃烤鸭，你就请我吃这个。我带你来这个地方是让你尝尝我珍藏的好果子，特别好吃，老实的话咱开不了嘴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两碗杂碎汤，让我开开胃。老板，我可是您的老信徒，打从您在北京第一回露脸，我就开始捧您。你慢用。Thank you.
不着急，放松，喘口气，慢慢来。就是当红流量，对，男团爬树爬浪，就是看演唱会。嘿，有一个。你想玩什么呀？这有什么好玩啊？这可就多了，剑阁夫子庙，远的像什么宣武湖啊、栖霞山，就看你想玩什么。没人想玩了。哎，小小，有一个，哎，你让他很兴奋，可以啊，越上头，原来同道中人，结果，你说你爱玩什么？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这个就多了，近的夫子庙，远的像什么宣武湖啊、栖霞山，你就看你爱玩。有一个，停。2000 years 遇着我了，就是你命中该绝，踏踏实实活着，你那女朋友还等着你。对，我得好好活着，我必须得好好活着。停，看，好，行不行？那个。给挂上那个山芋的那个肚子和胸，把山芋肚子上。对吧？哎呀，哎呀，怪帅呀！哎呀，我这天天身上耍冰块，全都拍下来了。你说挂山芋的胸和肚子，让我对着镜头。哈哈哈哈哈！拿过来，怎么办啊？